Yeah. <smart noise> 尊敬的诸位长辈啊，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啊，我们群书三百六十啊，这个课程呢，啊，今天啊，呃，进入啊，贵德当中啊，第七个。 纲目啊，就是谦虚。啊，谈到谦虚啊，我们从古圣先贤啊留给我们的经典当中啊，可以体会到这个德行啊，对于自己的敬德修业啊，甚至于是齐家。 成就事业啊，团结人群呢、啊，啊，以至于治国平天下，都是重要的德目。啊、像《易经》啊，它有六十四卦，每一卦呢有六个爻，都是吉凶啊相参。 只有一卦呢，是六爻都是吉祥，等于是这一卦啊，这一个德目啊，你不管处在任何情境啊，都是吉祥的啊，就是牵挂哦。而尚书啊，这一些经典也是提到啊，满招损。 千受益，哦，好，那说到这里了，这些句子我们都念出来了，而师长呢，常常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是做学问呢，是学儒、学道、啊，学佛，啊，不是儒学、道学。 佛学啊，所以等于是这一些教诲啊，我们真的要领纳在心中啊，啊，时时呢保持一个谦虚的态度啊，这样呢能成就道业、啊，能时时都是亨通啊，吉祥了。而我们的圣贤人呢，也给我们好榜样啊，孔子。 温良，恭俭让，啊，恭敬谦让，这都是谦虚啊，很自然的流露。而我们看到夫子温良恭俭让，他是圣人呢、啊，圣人都这么谦卑，那我们就更不能傲慢了。哦，啊，包含老子啊，老子有三宝。 啊，诸位学长有没有把这三宝带在身上？啊、哦，哎，你们没什么表情哈、啊，宝贝啊，要带在身上啊，才能受益啊。啊，一慈，慈悲，仁慈，爱人者，人恒爱之嘛。啊，跟人广结善缘呢、啊，这个词很重要。 在家庭当中，有慈爱啊，父慈啊，子就孝了。啊，你用智慧去爱护他。啊，你不管在哪一个行业，那离不开仁慈，因为你要服务好他人，一定要设身处地啊，为他着想。啊，这个都是仁慈的具体表现呢、啊。 所以有一个仁慈的心呢、啊，以后做什么事业，应该都会有成就。哦，所以大家看《弟子规》说：“冬则温，夏则静。”啊，一个孩子从小能对父母这么体贴入微的关爱，那这个孩子这个心性里面的啊这一份细腻柔软。 设身处地呀、啊，就成就了、啊。哪怕他没有考第一名，没有拿一百分，他以后到任何一个行业，都用冬则温，夏则静的心去服务他人，你说他会不会成功？会啦，哈，不过分数还是很重要哈。哦，所以人要看得破啊。 要放得下不容易啊！哦，好，所以人无远虑啊，必有近忧啊。我们都不能看到德行才是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关键啊，成败的关键所在。哎，只看眼前的分数啊，急功近利哦，问题什么时候出来？ 不用等以后呢，现在就出来了。所以人无远虑，真的必有近忧。因为看不到远呢，就只看近了，就短视近利。啊，那都只看眼前呢，考虑就很不周到了。啊，而且考虑眼前都是以什么为出到出发点？ 利欲为出发点，不是以道义啊，不是以德行为出发点呢、啊，是以利欲呢。好，我们想一想，狼吞虎咽吃一顿好不好？啊，很痛快啊！吃完呢，哎，得吃胃药。 这个马上哦，你就要痛了啊！你放纵欲望，那个恶果啊，可能就要出现了啊！其实我们很冷静的呢来看现在所有身心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社会的冲突，都因为人把利欲啊摆在了第一位。哇，你看，人只要是欲望呢，他只能看眼前。哦，比方每一年，全世界堕胎的人数啊，五千万。 我们想一想啊，其他的动物啊都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结果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这么做了，这个在人类历史当中啊没有过的，所以大家看呢、啊，欲令自迷，利令自昏呢，伤害亲生骨肉啊，这个谈不上智慧了。 哦，这动物都不会做的事情了，人类现在做了。为什么？他只看到利，他只看到欲望了。哦，我们再看现在人身体上的问题，癌症很多，怎么来的？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而且现在这个严重的疾病啊。 有一个现象，年龄越来越轻了。哦，我那一天看一套光碟，非常好啊，《圣贤教育啊，改造命运》。其中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子，她二十三岁就得癌症了，大学生呢、啊。 长得很清秀啊，很庄严啊。当他了解到自己得癌症，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他说：“他觉得那个‘癌症’两个字应该是哦，老人的事情啊，怎么会是他二十几岁的人的事情呢？”后来他分析起来啊，就从小呢。 都不听父母的话，我那这个折服就大了。再来呢，赶时尚，哦，人家都夜生活啊，他也夜生活；人家都买名牌的，他也买名牌的。哇，好像人家做了，他没做啊，他就很难受，好像被人家比下去了，这逞强、啊、好胜啊。 很可惜呀、啊，他没有读过经典。这个老子讲的三宝，第二宝是什么？慈啊！啊啊！第二宝是俭啊，节俭啊。他不能这么奢侈。人的福报是靠修的，你不修又这么挥霍，路尽人亡啊！福报花完了，这个寿命就没了。 这些行为啊，实实在在讲呢，他也不知道不对啊，所以随波逐流啊，付出很大的代价，又想快速致富，哇，这个风气呀、啊，贪婪啊，结果连母亲以至于啊，他姥姥所有的钱呢、啊，啊，连棺材本呢、啊，全部被他拿去呀、啊。 想投机啊，赚大钱呢、啊，想一夜致富啊，最后血本无归啊，全部都花掉了。而他们说到他们年轻过的日子，都是白天睡觉啊，晚上出去玩。啊，有一天他父母给他打电话，现在已经十一点了，十二点了。 你赶紧睡觉吧，啊！他给他，他心里想啊，十二点才刚开始而已啊，怎么会晚呢？完了，整个都倒过来了。而且我们了解啊，他讲的说，从来没听过父母的话，要逞强斗胜啊。哦，《太上感应篇》当中有一句话。 叫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呐、啊。男人没有忠良，就不能当男人了。啊，那男子汉这三个字就配不上了。良是善良要为对方着想，为对方的健康，为对方的名节着想。哦，所以女子去堕胎呀、啊，男子要负很大的责任呢、啊。 这样的男子啊，不值得依靠啊，他不善良啊，他把什么摆第一位？欲。而女人很傻，看得太浅呐、啊。其实，当我们不自重的时候啊，就是让对方啊瞧不起我们了。 所以丁嘉丽老师啊，有提到，哦哦，确实啊，她自己不自重之后呢，反而她的男朋友啊，从今以后呢，对她的态度不一样，轻视她了。啊、哦，所以女人要有智慧哦，啊，人必自重啊，而后人重啊。 人必自侮啊，而后人侮之啊，才会侮辱我们啊。所以我们在两性的互动当中，看到男人不尊重女人呢，我们女子啊也要反思了。哦，那当然，男子不尊重女子，不尊重生命，养不教，父之过啊。 教不严，师之惰。这些种种的青少年社会现象，为人父母啊，为人老师的人啊，要深思了。这种种的乱象，离不开忽略了道德教育啊，人心失去了引导，失去了教导。 所以，假如我们很冷静地看现在的社会现象啊，啊，诸位同道们啊，啊，这个时候得用同道了，啊，我到马来西亚来听到这个词啊，觉得太好了，啊，当时候啊，我们校长职工会啊，校长们聚会啊，啊，一起探讨传统文化啊，希望能够在我们西马九百八十四所华小。 推展《弟子规》啊，彭忠良校长啊上去呢，第一句话：“诸位校长同道，同道中人啊，在这个大时代啊，我们中华儿女啊，要携起手来啦，共同度过这个民族文化沉船的难关呢、啊。” 彭校长，他的名字取得好啊，叫忠良啊！你看他爸爸真有智慧，真有远见呢、啊。你看在怎么民族文化存亡的时候，你看他扛起了这么大的重担。哦，而且这校长职工会做的事情啊，一定会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 他不是在大陆，也不是在台湾呢、啊，而是在我们海外大马这一片土地上啊，哦，扛起了沉船文化的重责大任呢、啊，哦，所以我们相信啊，马来西亚是得到祖先的保佑啊。 哦，所以种种的现象，为人父母啊，为人老师的人呢，不得不思考根本问题在哪，就是人心的问题。那我们想一想啊，现在的孩子，现在的年轻人，他觉得什么才是成功？ 什么才是幸福的生活？我们有没有去想想看，他们现在的认知对还是不对？什么时候赶快把他错误的思想导正过来？现在的孩子觉得哈，享乐就是幸福的人生了。其实一享乐啊灾祸就来了。 欲不可纵啊，欲望不能放纵的。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大学，那大学生在那种风气呀、啊，身体垮了，日夜颠倒啊，心里也也受沙道淫妄的染污啊。大学是神圣的殿堂啊，所以所有的大学教授啊。 啊，大学的这工作人员呢，都应该要正视啊，应该要维护整个学校的尊严才好啊。哦，不然现在有些家长觉得不敢送孩子去上大学了，因为怕污染他的心灵了。好，所以。 看眼前的结果啊，人类现在呢，各个年龄层呢、啊，都有身心的劫难。我听说现在连小学生都自杀了，承受不了压力呀、啊。谁压给他的？虚荣啊！这成年的虚荣心，这个利欲熏心啊！ 把压力全压在下一代，甚至压在另外一半身上了。好，我们看现在离婚率高，还是利欲害的，不重道义了，只看利了，啊，甚至为了欲望了，对不起另外一半。 所以这个时代啊，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呀！啊，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所有的年龄层呢、啊，全面补课啊，补传统文化的课。我们看圣贤教育啊，改造命运这一套光碟啊，来听课的人呢、啊，那可能有八九十岁的长者。 我看到有个老人呢，带着他家三代人，然后他的孙子读小学啊，那一天给学校请假，三代同堂啊，一起听课，啊，我看到那个老人呢、啊，对他肃然起敬，他有智慧呀、啊，他知道啊，这个伦理道德啊，比多考一分两分还重要啊。 啊，这几天的课很难得啊，以后不一定有这个机会了。啊，请假也得来听了。好，我们冷静下来，就能把所有的问题呀、啊、理清清楚了。 现在所有的问题，就是因为人心把利欲摆在第一位。只要你让他的正气提起来，是道义，这个劫难慢慢就化解掉了。祸福啊，由心造啊。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哇，那可能我们这家长听了，是啊，是啊。 要是有道义了，有孝心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可是我的孩子没有啊！哦，那孩子没有，根源在哪里？那我们当父母的有没有嘞？我们当老师的人有没有嘞？啊，就像种一棵果树啊，这个果子很酸呐、啊。 把这个果子全部打掉，好，再给我重长。它可能再长还是酸的呢？哦，因为它的根不好啊，那得从根改起啊，得施更好的肥料才行了。哦，所以我们看到在大陆办了这么多传统文化的课程。 很多人呢、啊，浪子回头，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啊，确实，人之初，性本善，你得要有好的缘分呢、啊，把他的良知唤醒。而要唤醒他人的良知，首先呢、啊，我们学传统文化的人呢、啊，我们要例行传统文化，啊，让人有信心啊才行。 他不相信，他就不肯学了。所以父母学了之后，讲道义，处处体恤孩子，爱护他们，那小孩一定觉得我爸爸妈妈学了之后变了一个人了、啊。这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不用拉他，不用逼他，他自己来学了。哦，好，你们的表情好像。 不大相信啊！啊，信为道元功德母。啊，正己化人啊！我刚刚讲这一段哦，都没人点头呢。哎，哦，点头应该是嗯，对对对，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啊，都没人点头，昏倒。 哦，这个最主要的责任在我。啊、哦，我没给大家好好啊讲明白。哦，好，好，我们感受到啊，其实啊，圣人的智慧，真是啊，可以照亮世间的黑暗，可以让世间。 重新走向光明了啊！刚刚我们讲利欲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啊。孔子有一句教诲啊，就点出了这社会问题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结果我们的下一代，他的人生价值观就是利欲摆在第一位。那是我们用小人的教法教他。我们用哪些教育理论教他？拿狗做实验，拿猫做实验，拿老鼠做实验，实验出什么？实验出他只有欲望嘛。结果拿来教人。 那人怎么可能变成天地人三才呢？哦，所以丧失民族自信心啊！我们古圣先贤都是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风范教我们呢，结果我们现在自己的文化不要了，去跟西方功利学，然后拿狗的实验来教下一代。 哇！你看，丧失信心啊，灾难很大。认贼做父啊，认错误的思想啊，做父亲了、啊。啊，不听孔子的话，还要打倒孔家店，这整个民族的劫难在此。跟今天讲的谦虚有没有关系？有啊，谦虚的反面是什么？ 傲慢呐、啊，傲慢到连圣人都瞧不起啊，这个就是大灾祸了。邀君者无上，傲慢到对国家领导人不敬，对自己的领导者不敬，非圣人者无法，连圣贤的东西都批判。非孝者无亲，对父母都傲慢的不得了。 哇！有的还瞪父母啊，还打父母啊，此大乱之道也、啊。哦哦，夫子在《孝经》里这一段话，你看所有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爱敬的心对待领导、对待父母、对待圣贤老师？哦啊，有这一颗恭敬心呢、啊，就不会赶来啊。 这些乱象了，哦，所以从人心来看问题啊，都不复杂。我们不学经典呢、啊，就是傲慢呢、啊，不谦虚了。好，老子的三宝呢：一持，二减三不敢为天下先。他还是谦让。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啊！你看它屈的最低呀、啊，低处有道啊，啊高处有险啊，啊人位置越高啊，其实越危险的啊，越应该要战战兢兢啊！为什么？越至位置越高。 你做错一件事啊，影响可能是千千万万的人呐、啊，这个罪业就大了。好，所以从经典，以至于从圣贤给我们的风范，都可以体会到谦虚的重要，傲慢的灾祸。我们先来看啊，第这个一百二十一句啊。 就是牵挂里面的教诲啊，断曰啊，这个断呢、啊，就是在断这些卦跟爻的啊，他们的吉凶啊他们的这个义理啊啊,啊，都是断词啊,啊在断的。 所以，彖曰：“谦，啊，这个谦卑啊，亨，就是亨通，这无往不利。”我们看到这个亨通这个字啊，啊，我们静下来思考啊，啊，诸位学长们，我们这一生呢、啊，障碍多不多？还是？ 处处都恨通，哦，我看很多学长对我笑啊，哎，他们已经开悟了，哦，知道，哎呀、啊，种种障碍怎么家里跟谁都不顺，出去外面也不顺，是结果啊，原因在哪？ 很可能呢、啊，就是啊，我们没有牵啊，慢，啊一慢呢、啊，一定跟人家对立啊，摩擦。哦，尤其刚刚讲啊，女要柔顺哦，啊女子假如很刚强哦，那这一辈子得吃很多苦头。哦，那当然男人哦也是一样的。 哦，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啊，这个壮年呢、啊，中年的时候极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这个斗就很傲慢了，都要把人家压下去了。而事实上呢，这个世事事争胜者啊，每一件事都要。 比人家强的哈、哦，必有人以错之啊！一定会遇到、啊、比他更傲慢的人来治他。我们闽南话有一句话叫“恶马恶人卡」。n g 后去都的管了牙啊，这只马很凶啊，他就遇到能治他的人，把他骑上去。 那很嚣张的这些盗贼啊，啊，到时候就有这个县太爷啊，这些官老爷来收拾他。好，接着呢，经文讲到啊，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这个是天道的法则啊，它向下周济万物，阳光、啊，甘露啊，啊，都是来啊化育万物啊，向下周济万物，然后让大地呀、啊、光明普照，这个地道的法则。 悲而上行，啊，因为地是处在碑下，而这个地气呀、啊、向上运行啊，所以天地沟通，阴阳和合啊，然后化育万物。接着呢，提到了天道亏盈而益谦。 地道变盈而流谦，啊，鬼神害盈而伏谦，人道物盈而好谦。这个天道的法则呢？这个亏就是减损，减损盈满的，然后真意谦虚的，啊，比方月亮。 十五满了，接着呢，他一定要亏了啊！你十五、十六之后啊，慢慢这个月亮不就啊月好，慢慢慢慢从满月啊一直减损下来了。哦、地道变盈而流谦啊，地道的法则。 改变盈满的，而充实谦虚的，好，我们看这里装满了之后啊，啊，比方这个洞水装满了，它就溢出来了，啊，再流到更低下的啊啊谦谦虚的再去啊这个。 充实他，所以，我们常说“谦受益”啊，我们就教于他人，首先要谦虚呀、啊，要把不不能觉得自己懂很多啊，不然就装不进了。哦，接着呢，鬼神害盈而福谦。 这个鬼神危害这个骄傲自满的，然后师傅给谦虚的。大家有没有经验啊？刚好今天啊，跟人谈话的时候讲的呢，很自满。啊。哎，我已经啊一个月都没有发脾气了啊，最近修养不错。 结果当天回家呢，就一点小事啊，哇，马上怒火中烧啊！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啊！大家有没有经验？好像白天讲了一点自满的话，当天哦就遇状况了啊！告诉大家，遇状况哈、哦，也是上天的慈悲，提醒我们啦、啊，让我们懂得。 谦退啊，不可自满，哦，这不是坏事哦。只要我们自己骄傲了，马上遇到人来考验，遇到境界来考啊啊，那代表你的祖先都在保佑你了，都在护念你哦。一个人的祸在哪呢？他违背良知，却把事情给做成。 他耍小聪明，却把事情给做成，然后他还啊洋洋得意啊，都没有得到提醒啊，那是大灾祸要来了。哦、好啊、哦，所以我们常常一自满就出状况啊、哦。今天回去啊、哦，好好拜一下祖先啊、哦，冥冥当中啊，得到很多帮助哦。 啊，人道物盈而好谦，啊，人与人相处啊，厌恶自满的人、骄傲的人，而喜欢谦虚的人。所以接着说到谦尊而光，这个尊呢，就是位居尊贵的位置。 他处在尊贵的位置，却能啊尊而光，这个光就是他的德行之光，德行之风啊，啊，能够去影响到他身边的人，啊，能够去照顾到啊他身边的人，那这个不容易哦。 啊，人处高位的时候啊，往往容易啊自视甚高，哦恃宠而骄，这些都不容易的。卑而不可逾呀、啊。刚刚是说尊而光啊，处在尊位了，但是他还是能够守住谦卑啊。 纵使他位居卑下，啊，他没有什么很高的官位，可是啊，他的德行啊，还是可以教化一方。啊，我们看孔子，人称他树王，就是他不是王啊，他也没有很高的官位。 可是为什么称他“树王”？因为他的德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人。哦，夫子那个时候有三千弟子啊，七十二贤的学生。哦，而且呢，两千五百年多年来，啊，历代啊都是得到他老人家的教诲，啊，才得以啊成圣成贤。 成就自己的道德，甚至于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朝代的兴盛，都离不开他老人家承传下来的道统。所以，我们看，虽然没有高官，位居卑下呢，但是却不可逾。 他的德行啊是不能超越的，啊，一般的人赶不上他了，啊，所以子贡赞叹孔老夫子，啊，他的道德学问呢、啊、是不可逾越的，哦，所以君子之忠也，这个君子啊能够自始至终啊都保持谦卑的修养。 啊，不会因为啊他拥有了地位，拥有了财富，啊，拥有了德这学问而改变他的谦虚。好，所以从这一段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呢，啊，谦虚啊。 是可以啊，吉祥亨通。那如何能做到谦虚呢？啊，一定要去掉傲慢，才能谦虚待人。啊，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其实德能智慧啊，是我们本有的啊，明是。 智慧，德是德能，是本有的，啊，但是现在有障碍，让我们这个谦虚的德能呢、啊、没有办法流露出来，啊，所以得从哪里下手呢？得从格物，啊，格除这些习性，啊啊，去掉了傲慢。 这个谦光啊，就透出来了。那我们有傲慢吗？什么情况才是傲慢呢？夫子在《论语》当中啊，有一句话说到啊，夫子说：“以以乎！吾未见能见其过啊，而内自宋者也。” 不是感叹到呢，他很难遇到啊，能见到自己的过，而且呢，这个自送是反省、忏悔自己的过。从这一句，我们可以感觉到啊，要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啊，一定是从改过下手，而改过呢，他必须经过知过。 啊，见到了自己的过，知道了，而且呢，能自我反省、忏悔、悔过。啊，忏悔完了要后补再造，紧接着要把它改掉。孔子说到呢，能知过悔过啊，就很难了、啊。 很难遇到这样的人了，啊，你不知道那要从哪里去改呢？哦好，那所以我们学习这些经典呢，都能帮助我们，啊看到我们的不足啊在哪里，啊进而呢啊去效法古圣先贤他们的德行。 好，那什么念头是傲慢？什么言语行为是傲慢的表现呢？哦，啊，昨天呢，刚好我跟我们同仁呢，大家啊对，八九个人呢、啊，啊，一起讨论呢、啊啊，什么言行啊是傲慢？哦、好。 啊，那提供出来了，让大家做参考。啊，当然，啊，待会跟大家交流完哈、啊，请大家不吝赐教。然后呢，啊，您觉得哪一些也算呢、啊？啊，把它写下来，啊，来提供给我们。啊，这样子我们啊可以呀、啊，啊，对于傲慢的认知的。 更清楚、更深、更广，啊，这样对自己呀、啊，要对治这个傲慢呢、啊，有大帮助。那在我们会在将您提的宝贵的啊这些见见地啊，啊再供养给大众。哦，好。第一呢，有提到啊，说感觉自己很聪明。 这个念头啊，就是傲慢的，感觉自己呢，挺得意的，哎，结果我们这个同仁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呢，都说到，啊，可能会在虽然有一些小事啊，都觉得自己挺有小聪明的哈，但是遇到一些大的考试啊，往往都跌下马来。 所以这小聪明可能一些小事一时啊，好像能过关了啊。真正一下遇到大的事情啊，不可能凭小聪明可以过得了关啊。当然，假如遇到一些大的考试都考不好啊，那还是上天的慈悲在警惕我们。第二呢，逞强好胜，这个虚荣心，这个是傲慢。 什么都要比人家好啊，什么都要站在前面占先啊，跟人家讲话呢，气势一定要把人家压过去。我们刚刚提到这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啊，得癌症了、啊。她说她从小呢，很多表现呢、啊、都很突出。 多才多艺呀、啊，结果呢，大人给他的赞叹就特别多，哇，那麻烦了、啊，这称赞呢、啊，如排山倒嗯、呃，如潮水一般呢、啊，一个接一个啊，那孩子年龄那么小，你把他捧得那么高，他就不知道他是谁了，啊，少年得志啊。 大不信啊！成人又不懂，就一直夸夸夸，夸到最后他非常自以为是啊！批评的话听不进去了，而且他说呢，这些长辈批评他，他父母还不让呢。啊，他的父母不让人家批评他呢？哇，那这个这是很错误的。 一个做法了，啊，那他自己的，那就父母就太宠他了嘛，啊，不能忍受别人批评自己的女儿，哦，闻欲恐，闻过心啊，质量事见相亲啊，啊，自己的孩子能听得进批评，他才能进步啊，哦、好，所以这个。 逞强好胜呢，是傲慢，而且特别逞强的人呢、啊，好像希望呢，所有的目光啊，都要集中在他的身上。哦，啊，他在任何场合出现呢、啊，那个灯光一定要照着他哈、哦。哎，这样活着很累嘞。哦，那麻烦了。 假如他是这样的人哦，他假如嫁了一个丈夫啊，这个丈夫稍微不看她哦，可能回家就要打仗了，是吧？你怎么这么不重视我？我哪有？然后就吵不完了。你刚刚还多看了那个女人，你刚刚还讲那个女人好，你是不是说我不好？ 哦，哦，那那假如太太逞强好胜哈，我感觉这个先生讲话哈，都如坐针毡，哪一句话都呃呃要考虑哦，老半天呢才敢把话讲出来。哦，那这样的丈夫呢，很容易得癌症，得忧郁症，他讲一句话要考虑老半天哦，很伤。 脑神经还会得脑神经衰弱好，好，再来呢，遇到什么事情啊，很容易啊，见人家的过啊，就好像我都是高了，人家都是低了，啊，比方。 听人家读经，哦，读那么快，哦，读那么小声，哦，读那么难听，哦，这个都是只要有那个高下的心呢，这傲慢就上来了。哦，那人要起这个高下太容易了、哦，从哪里可以起？ 长相、地位、才华、学问，都可以长傲慢哦。所以，这个为人父母者啊，为人老师者、啊，假如没有能够洞察到这个人心的状态啊。 那孩子不染浊，这个傲慢谈何容易啊！哦，我记得我们大马有一位博士啊，永乐多斯博士。哦，他分享到一段呢，他小时候的情境啊，啊，我特别佩服他的父亲。他小时候啊。 因为奶奶啊，这个行动可能呢比较没那么方便后来家里呢又请了一个佣人啊伺候奶奶，结果都是伺候他奶奶。有一天呢，他就把那个碗啊，就是拿给那个佣人，那佣人也是他的长辈啊，哎、帮我打饭。 就当下，他的父亲就制止他：“你好手好脚的啊，你自己做啊！而且你对长辈不可以这样讲话的语气。”他那第一次啊，啊，被父亲给纠正了，他终身呢、啊、就不忘了。那你那个机会点没有抓住，那等发现傲慢的时候都很严重了。 哦，就像现在的人呢、啊，等发现身体不好了，都是很严重的病了、啊，都是没有防微杜渐。啊，包含司马光为什么可以成就这么高的德行，都是他父亲的护念呢。他小的时候跟姐姐在剥核桃皮，啊，胡桃皮啊，就他姐姐离开一会啊，本来不怎么会剥啊，刚好有一个仆人过来。 教他用热水烫，就很好剥了。结果他姐姐回来，哇，你怎么这么会剥？我自己找到的方法，写 <laughs> 那个撒谎啊，还傲慢啊，叫他父亲洞察到了，马上呵斥他：小小年纪怎么可以撒谎？你看，最后他。 德行是平生所为的事情啊，这一生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可以告人的事情，而且他教学生，你如何能够真诚，从不妄语开始修起啊，没有一句话是虚妄的，是骗人的，是虚伪的，是应付的，没有句句都是、啊、真诚心、恭敬心流露出来。 好，好，所以我们待会儿呢，再总结一下，啊，哪一些点呢、啊、会让人傲慢？那首先啊，不是去要求孩子跟学生呢，啊，知人者智啊，你能看到孩子的问题是智啊，自知者明啊，我们自己要先有自知之明啊，才能够去护念他人呢、啊。 啊，不然实实在在讲，我们什么时候傲慢都不知道，孩子啊，潜移默化都学去了。好，有一个主管，啊，他回到家啊，很疲惫了，因为加班加的很晚，啊，结果公司又打电话来，啊，他一接起来，这个下属说呢，又出了状况，希望他能够再回来公司。 哇，他一听啊，就火气就上来了，哦，然后他还上过《弟子规》的课啊，他就看了一下客厅啊，儿子不在，哦，然后就说：“你是干什么吃的？连这一点事都要叫我回去。”哇，你看他傲慢、嗔恨就出来了，啊，结果隔天他下班回来，啊，他。 岳母啊，跟他说：“说你儿子哈、哦，今天我给他煮饭，他吃了不高兴，啊他跟我说你是干什么吃的？煮这个饭这么难吃！哇！他听了以后才知道，那个教育是随时随地啊，你是教对了还是反教育呀、啊？大家注意哦。” 坏的东西学很快哦。你们有没有曾经，比方新交了一个朋友，跟他觉得很有缘，哎，一个礼拜以后啊，你发现呢，你讲话的音调都跟他有点像。哦，他假如是河南的，那个河南腔还有点河南音出来了，还有，哦，你你什么时候受他影响，你不知道。 哦，所以我们要给人好的影响啊！哦，要赶紧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了。所以这个父亲呢、啊，他虽然看了一下客厅啊，但是他忘了一句一句成语叫“隔墙有耳”。哦，他那个声音，他孩子听到了就学了。啊，其实自己反思自己成长的过程呢，啊，在念初中、高中啊。 同学之间，坏的东西一学就会了，好的东西呀、啊，孝顺啊，八德啦、啊，听一下哦，想打瞌睡了。刘安那个根性太差了，啊，所以学好中年不足啊，学坏一日有余啊。所以为什么说蒙以养正，圣功也？你在孩子小的时候。 你把这个德行的根扎下去了，它不受污染了、啊，它免疫系统很好啊，所以这是最神圣的功德啊！三岁看大，六岁看老啊！所以我们老祖先从胎教开始教啊，从小开始教啊，这太有智慧了。 所以老子这两句话很有深意呀、啊，我们得先自知者明啊，才能去知人，才能去帮助人呢、啊。再来呢，我们常常呢一开口就评论他人，这个也是傲慢啊。其实人呢、啊、要想过，啊，比方说我们在批评领导。 哎我们自己做过领导没有？啊，比方说我们在批评人家这件事，那这一件事我们做过了没有？哦，其实，假如你所批评的事情是你曾经做过的，我相信呢、啊，你应该会很厚道。为什么？因为你经历过那个不容易呀、啊。 假如你经历过了以后还是很傲慢，其实那一件事情啊，可能你只是参与一下，你还不是关键人物了。你是扛大旗的人，一定会知道，在这个时代做事情，大难大难。为什么大难？因为人都不懂什么叫五伦八德，什么叫尽本分，都要重新引导。 哪有说现在这个时代事情好做的嘞？哦，大家想一想，现在当小学老师的难度啊，跟三十年前比起来，有没有差？差很多啊！哎，现在不是孩子难教啊，常常家长还要到学校来指正老师教学呀、啊。你说那难度有多高啊？为什么？ 两三代人都不懂做人的道理啦，动不动就要来兴师问罪啦。那能不能怪这些家长？啊，没人教他？你说好，我找他爸爸妈妈，啊，把老爷爷老奶奶叫出来。你怎么没教你儿子尊师重道？啊，那个老爷爷说。 啊，我爸也没教我啊！啊，那那你爸在哪？我带你去见吧。啊，啊 <laughs>，那去哪见啊？啊，在老人的坟前。啊，当天晚上啊，老人到你的梦里啊，我也没学、啊啊。民族的浩劫啊，别怪任何人啊。 是吧？这是整个民族几代人的浩劫、啊。你现在去骂那些当官的人，他们也都没学呀、啊。怎么办？现在社会这么乱，那贪官污吏怎么办？在这个时代啊，别人对不对啊，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首先，自己要先做对。 自己本分尽好了没有？自己修身齐家了没有？你自己有德行呢、啊？你自己做出来是能感人的，说不定哪天你上台分享的时候，那个官员就被你给感动了。可是我们没有先在德行当中下功夫，这个缘出不来啊！哦，现在在国内，哦。 有一个家族，他们出来啊讲伦理道德，他们兄弟啊还有不识字的，可是讲伦理道德嘞，讲的让人感动啊，因为他谈如何当丈夫，如何当妻子，人家做的很好啊，如何尽心尽力孝顺父母，那讲出来都是他做到的，感动底下很多人，甚至。 很多官员他们都去讲，哦，这卢国庆老师，啊，他们一家，哦，现在我记得前一阵子啊，在云南巡回演讲啊，啊、哦，后来还听到消息到广东梅县，听说今年呢、啊、已经排满了，好、哦，我们想找机会呢去清静清静呢，这样的善知识啊。 都是今年排满了，可见得啊，现在整个神州大地啊，老百姓多么渴望传统文化的教诲啊。这代表什么？人有本善啊，有良知啊，这么愿意听啊！所以老百姓愿意听啊，那是当父母的、当老师的、当领导的对不起老百姓啊！ 他不是不愿意学啊，我们有没有教他了？军亲师要做好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啊，教育重要了。所以我们是非经过不知难，所以不要啊随便啊去评论他人。 往往啊，都是事情已经过了，在评论别人，或者啊，局外啊，我们根本没有参与这件事啊，在局外在论议论他人，而这种议论往往啊，把有智慧的人呢、啊，讲的很像愚人，把很难的事情啊，讲的好像。 很容易，都有可能啊，犯这样的口业了。好，而这样的行为啊，都从哪里出来呢？不忠不恕。我们看到忠。 尽自己的力量叫忠。我们面对亲朋好友、同仁，任何事情只有一个态度：怎么为他好就中啊。我们就在想，哪怕他错了，我们在想着怎么协助他善后，怎么规劝他，让他记住这个教训，而不是去评论、去放马后炮、去讲风凉话，那那没有意义啊。 那没有忠诚的心啦！哦，我们要冷静啊！我们到底把精力、时间都耗在哪里？其实自己不忠于人，自己的德行在什么？在下降啊！慢慢的就好议论人，就傲慢了；甚至好议论人呢、啊，最后得罪有权利的人呢、啊，灾祸就来了。我们之前古文。 课的时候有跟大家讨论过一篇文章，啊，东汉马援啊写给他两个侄子的《借兄子严敦书》，他就是发现他他这些侄儿啊，会议论人家的长短呢、啊，他觉得这是他人生的灾祸了，就赶紧规劝，爱护他的侄子。哦、再来数 这个树呢，设身处地呀、啊，我们不能感同身受这件事情的困难，才会评论的这么苛刻。所以这个树道啊就很重要了。好，再来呢，我们有炫耀自己的才能，这个是傲慢。 或者呢，开口就是谈自己做了哪些好事啊，建了哪些功劳啊，这个也是傲慢。啊，所以颜回有德行啊，他无法善，就是不夸耀自己的优点功劳。我们假如有起来啊，称赞自己啊。 进而贬低别人呢，毁谤别人呢，自赞毁他，这个都是傲慢的。人这个不炫耀功劳啊，很重要啊。在《论语》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啊，提到呢，鲁国啊，有一次啊。 跟齐国打仗，结果鲁国呢打了败仗。打败仗之后啊，要收兵，所以勇猛的人打仗的时候呢，在前面；退兵的时候啊，在后面掩护大家，这是勇敢的人，勇猛的人。结果这个孟之反呢、啊？ 鲁国打败了，他就善后，啊，他在军队的后面保护大家撤退，结果后来进了自己的国门了，他就啊自己呢鞭策着他的马，然后告诉大家说：“哎呀，我我我不是啊故意在后面的。” 啊，这匹马不肯走啊！哦，他走的太慢了，不肯走，所以我才在后面。哎，大家去感受这古人的心啊！他这么不畏生死保护大家，他生怕别人赞叹他呢，他还找个理由说啊，对不起，我这匹马很不听话，不肯往前走，不是我，哎，愿愿意垫在后面啊，啊，不是我勇猛啊。 好，所以这个都有功劳啊，还掩藏了、啊，不肯让人知道。哦，而我们这个走在这个、弘扬传统文化的这个道路因缘呢、啊，哦，啊，对我自己来讲呢，啊，常常啊，以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 来鞭策自己，虽是如此啊，这个过啊还是常常发生，啊根本没有功啊，都是过，啊我自己过太多了，功更谈不上了。为什么？那个都是祖德的屁应啊，圣贤教诲屁应啊。 所以08年，零八年过年呢，啊，师长呢，啊，到庐江中心啊，给大家勉励，啊，给大家教诲啊，啊，老人家第一句话呢，啊，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啊，那师长就讲到啊，啊，这两年来啊，在汤池。 跟大众啊，啊，跟老百姓交流传统文化的这些成果啊，都是圣贤祖宗的保佑啊，他们的德应啊，任何人不能鞠躬啊。老人家把真相告诉我们了，其实自己啊，在做这些事过程当中，错太多事情了，真的谈不上功。 后来再看到《介之推不沿路这篇文章啊，哇，那真是当头棒喝啊！啊，这一篇我们在古文班里跟大家分享过，《介之推跟着晋文公在外流浪逃亡十九年了》，最后晋文公回来当国君。 曾经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晋文公饿到昏过去了。介之推把自己大腿肉割下来，啊。给晋文公吃啊。你看他忠到这种程度啊，舍己啊，为国君呢、啊。结果回国之后，跟着的几个大臣开始说了：“这十九年来，我的功劳最大。” 开始在那里伐善邀功，介之推一句话都没讲就离开了。他尽这一份忠诚呢，是他的本分呢，他不是为了回来要拿什么高明利禄的。这是真正的自始至终啊，用良心在生活，在过人生的人。 啊，假如就是为了这个，那就是厉害的人生啊，怎么是道义的人生呢？而介之推啊，讲了一句话，说：“窃人之财，有为之道，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利乎？” 偷取别人的钱财啊，还被称为盗贼，更何况去贪上天的功劳，还说是自己办到的了。其实，整个十九年的过程，包含能够回到自己国家来，那是他祖先的福报，那是许多人甚至许多人民的生命牺牲。 最后才成就了这个姻缘，哇！那怎么可以几个人最后变成哎是我的功劳了呢？哦，所以真的从这些千古文章啊，能得到很大的人生启示啊。为何无功？这是我们的本分道义啊。为何有过？ 我后来又在《易经》当中看到一段话，真是我最好的写照了。有一卦呢叫鼎卦，这个鼎啊是三足鼎立，啊鼎呢可以拿来装丰盛的菜肴，请贵宾。假如这个鼎啊有一个脚断了。 哇，鼎折足啊！这个这么丰盛的菜肴撒在一地呀、啊，撒在桌上了，这个就很狼狈了，就不好看了，就很失礼了。哦，那这个是比喻了，啊，叫德薄而位尊，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 这一句话点出了，我们今天要成就有意义的事情、成就功业，三个条件很重要：德行、智慧、能力。比方，教育好下一代是大功臣哦，大功德哦。可是父母没有智慧，不能做，做不好哦。啊，没有能力也不行哦。 好，而自己德薄，结果坐的位置太太高，太尊贵了，智慧又不够呢，磨的又是比较大的事情，啊，力量很小啊，却扛的比较重，这险不及也、啊，就是很难不敢来灾祸了。那我看到这一段呢？ 古人在写这些教诲啊，其实都含有一种对我们的奇勉、启许，就提醒我们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要提升自己的德行啊，要增长自己的智慧。大家不要看了这一段，啊，今天回去好沮丧啊、哦。 啊，我不行了！啊，你刚好还在姻缘里面呢，啊，你得振作啊，力小呢，提升自己的能力。所以孔子说：“三达德，智、仁、勇。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啊。德行最重要的就是。” 培养自己的仁厚啊、仁慈啊，处处替人着想啊。可是你要去做，你才能够设身处地、哦，才能够去体会他人的苦，需要在哪里。啊、哦，知耻近乎勇，人有羞耻心啊，他就会下大功夫了。啊、哦，别人做得到，我也能够做得到，他有志气。 所以自己啊，德能不足，就要多向人请教了啊。然后，呃，自己啊，一言一行啊，要谨慎啊。所以过去过很多啊，坦白讲呢，现在过也很多，甚至现在的讲话啊，假如哪一句话讲的太强势了。 很可能还伤到了诸位学长，哦，那还是过啊，哦，所以诸位学长，啊，今天啊，以至于以前啊，这个李旭讲课哈，有伤到大家的，请多包涵啊，请多原谅，哦，当然啊，我也要提醒自己啊。 啊，每一句话，啊，柔和真诚，啊，不能带杀气。好谢谢，啊，谢谢。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谦让。啊，虽然自己在这个姻缘当中，时时在看。 谁的能力比我好，赶快把位置让给他。哦，让位于贤。哦，我们不能贪恋一个位置。位置是为了什么？ 是服务大众，是利益大众的。有人比我们更适合利益大众，要赶紧谦让、礼让，啊，甚至于你要非常恭敬的、啊至诚的去把他请出来。大家有没有看过《三国演义》？那个刘备去请。 孔明的时候，啊，他给他行大礼呀、啊，为什么？希望啊，孔明先生能出来利益一方的百姓啊，啊，用这种心情啊去祈请的，好，好，啊，这是跟大家交流到。 不可以邀功，啊不可以乏善。再来呢，当我们呢对人的态度啊不一致，可能里面有傲慢。比方对下属，啊对比我们。 可能在方方面面条件比较差的啊，我们对人讲话就轻慢啊，所以《弟子规》说“物产富，物交贫”。哎，那这个啊，看到学历比我们低的啊，财富比我们少的，社会地位比我们低的啊，我们就那个傲慢可能就会起来。 啊，你包含，哎，这个怎么去调服呢？啊，你看到各行各业，只要人家是辛苦的付出在服务你，你一定要发自内心的去感谢他。啊，比方你到餐馆去吃饭，啊，对那服务人员，啊，要给人家感谢他的服务。啊，你走在路上看到清洁工人，那你感谢他，啊，对我们这个城市的付出。 接着就能平等恭敬啊，就从这一些去落实。再来呢，常常啊怨天尤人呢、啊，也是傲慢。为什么不会反省自己，然后把老天呢、啊、都拖下水了？那是傲慢呐、啊！啊，最明显的例子。 我们以前读过一篇文章啊，《史记》里面项羽啊的文章啊，他已经彻底失败了，到了乌江啊。其实他有太好的条件可以胜过刘邦啊，他他是常胜将军，刘邦常常打败仗啊，最后还是刘邦当皇帝了。 根源在哪？他太狂妄了，自己输的这么惨呢？那期间有多少的错误啊？他连一条都没想起来啊！最后说：“天亡我啊！哦，是老天要亡我，非用兵之罪，不是我不会打仗啊。”然后自刎了。 哇，所以人要知过，啊，真的不容易。但是知过啊，却对我们的生命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泪点呐、啊。他没有反省自己啊，终究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失败的哦，再来呢，比方呢，你今天做了一件事啊。 自己沾沾自喜啊，在那里偷笑啊啊！比方啊，早上呢啊，我们爬起来啊，哎，开始、啊、运动啊，用功啊啊！突然看到啊，其他的寝室啊，灯都是暗的，我已经起来用功了，读书了。 啊，然后心里想，呵都在睡觉、哎。我起得最早，立行《弟子规》，早起早夜眠迟呵呵。这个在沾沾自喜的时候，也是傲慢。哦，所以哦，当我们有点东西的时候啊，这个傲慢很容易起来要要很慎重啊，护念自己这一颗心哦。不怕念起。 只怕劫持。再来呢，听别人讲话不耐烦呢，也有傲慢。好、哦，再来啊、哦，学什么东西马上就告诉别人，我学东西特别快的。哦，或者在答应别人是啊，我跟你讲，包在我身上，no problem <laughs>。 轻诺者必寡信呢、啊，这也是老子给我们的教诲。你反而哪一种人值得信任？这个事情让我考虑一下。哦，这个我得三思一下。哦，我没把握呢，不可以乱答应你。可是人很奇怪呢，就喜欢那个马上答应你，你就那高兴啊。人家在那里思考的时候，你反而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不痛快呀、啊？ 我们其实也，假如不学这些道理，啊，有时候我们也不会判断什么才是值得信任的人啊。他讲话很保守、很稳重、很谨慎，这个才是值得信任的人。他跟你信口开河，你在那里高兴高兴多久？幻灭是成长的开始，常常都被骗，啊，被男人的花言巧语骗。 哦，被下属的花言巧语骗；哦，当老师的被学生的花言巧语骗，都有啊。好，再来呢，孤芳自赏，啊，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哦，哎，真的有可能哦。你比方有，比方说我们在台上讲课啊。 哦，自己讲的很陶醉，在那里笑，哈哈，底下没一个人笑啊。<笑>哎，这个自我陶醉的时候也是傲慢的，自己感觉很良好，啊，其实底下的人在那里都打瞌睡了。哦，这个我要注意一下哈。哦、<laughs> 好。 再来呢，取笑人呢、啊，作弄人呢、啊，这个都是傲慢的态度了。好，我们发现傲慢呢，这是病啊！下一节课呢，我们来把脉，把病根找出来，这个根到底是出在哪里？好，那这一节课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